今天我准备了12个保鲜袋做泥，是不是很像一盘水晶粽子呢？12种颜色的水晶泥混合，最后会混出彩虹的颜色吗？先来混第一个橙色的保鲜袋吧，用最经典的手捏爆的方式，可惜这个没有爆破声。再来挤爆第二个紫色的保鲜袋吧，这个捏爆的声音还不错嘛，挺响亮的，作为强迫症。有点不忍心破坏了，好怕等下混合出来的结果不美丽。你们觉得最后会混出什么颜色的泥呢？是不是彩虹泥呢？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来了，什么老鼠有两条腿呢？抽奖结果周五晚上微头条公布哦，喜欢记得关注转发。